任务来了，挑战三尖之首。什么？三尖之首？这是北部三座那个造型非常尖锐的山最厉害的一座。又来了，这是大山吗？它不是大山，但是它有大山的气势，而且它的山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不是只有走，它还要爬，还要攀。很刺激耶，果然是爱美。那一座山的特色是你走到后面几乎都是攀岩的状态。哦，喜欢。我觉得我们去爬这个吼，把那个景色一定要介绍出来，因为让全世界喜欢攀岩的朋友都知道，在这边，在台湾的这里，三尖之首是最适合他们来体验的。对啊，这是根本是国际攀岩场，还可以高厉害。气不错的话，因为我最近很多 outdoor 的朋友，他们会去那边玩水，就在基隆河而已。基隆河可以玩水，可以，而且还有很多那种，就是你可以做特技的啊，或者宽板滑水啊那种，很酷的。在基隆河，对，知道哎，这么近，多次这么近，这个限制。那我们早上就可以直接去冲啊，对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冲啊，走走走，太棒了，真的，好哦，先换 bikini 了。五双眼睛，五种视角，带你色色就很过瘾。待会要去爬北台双尖，我什么三尖？三尖吗？北台三尖之首。五寮尖，其实我很担心他，因为五寮尖不是都要拉绳索？对，这次我有点担心。啊，如果痛怎么办？痛就继续了，痛还是要继续了。没办法，我可能先去上厕所。果然是好兄弟。你要也是叫阿姐，我叫一个感觉很虚的巴蒂。找错人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这边有五个啦，大家有五个啦吗？五个啦。现在的心情，因为这边很爽，有一点担心，因为听说一直拉丸子，一直拉线。出发，我们是忘了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厕所？我好担心上面有没有厕所，我突然肚子痛。忘了爱美吧？对了，忘了爱美，爱美要走了，对，爱美人了，爱美已经绕跑了。他都跟你说他爱美了。这个菜很棒，欧利亚菜。欧雪，你吃？你看他的表情，真的可以吃。这小时候我们都这样。上次阿姐拿一个东西说可以吃，就一吃我菜。他拿起来，我知道那个很苦。我也这个真的不苦，不要。你妈妈也吃啊？喂了 M 吃一下。我不要。来了啊，乖。我不要，乖了。我不要吃，好苦、喔。这甜的啦。好了，身为料理，我给你。料理人要吃，吃给大家看。这个是熟的，没有逻辑的话，对，没有没有甜味的蓝莓。我们明明刚刚就便利商店买很多东西吃，为什么还要拿树边的啦？蓝莓该怎样吃？那个很甜，好吃的，很好吃哦，真的。好像阿杰的鼻屎，我的牙齿，好像动物便便，好吃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小蓝莓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怎么会差这么多？葡萄。你听到没有？对，蛮好吃的、啊，而且树叶蛮好吃的，好吃。为什么抹那么多？哎、欸，今天天气很热哎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山虽然不是那种百岳的山，但是通常山就是越到顶端会越晒，而且紫外线越凉，对，但是越晒。向导说不要穿短袖，因为会晒，然后怕山上你没有带那个又不有点凉，对，因为还怕我带外套，没有穿长袖怕有蚊虫会叮咬，真的。哦，他这个是对的，你要帮他，我不怕蚊虫叮咬，对我没关系。你也是老婆，走啦，出发了，还要废话一堆，走了应该都暧昧。昨天有稍微让那个地晒干一点，对，因为今天还是其实还是微微滑，哎，底层还是湿湿滑滑，对，还好昨天没来爬，不然我们应该不然又超滑，真的真的蛮好走的啦，嗯，两分钟我对就喘了呢，
林长，大丈夫？我想当班布。你想当什么？想当什么？那个班布。哦，班布。你想当厨子？班布。哇，他要绳索嘞！对，要开始第一阶段的攀岩了。这么快就第一阶段？他们要抓好哦，三清如燕呢。这时候就女士优先哦。对对对，要。小林，哎，大舅哥，大舅哥，走走走，那你大舅哥，你走第二个。来，哇，还好没有滑。不会，这边的跟横要走，横要走又轻松。这样走楼梯，哎，高比这样呢。哎，小林，不要看他这样子好像憨憨，他其实很会走，他很会滑。他昨天也说他不太会啊，昨天他说他很会滑。小林爬山很轻松，大口破是怎样？我妹子单手爬也很厉害啊。可以可以，我们的左右手其实都是很有力的。OK， 一的十。来，我们的国际网红来了。对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国际网红，又像韩星一样戴着那个韩星的墨镜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帅，因为把脸都遮起来。喂，你是我的眼。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。我们现在距离是0.23公里。我看我们还是赶快赶走好了。我们这0.23哦，然后总共也是20分之1。加油！我们快到1/10了，加油！快到顶了。有在前进吗？一手拿东西那就是什么，还真的蛮嗨的。这里一开始就是满满的陡坡，完全没有搭平台哟。对啊，哎，不会是我们火的坚持吗？啊，怎么看一开始就好多石头啊？多少斤啊？哎，天哪！差不多，还要再撑。哎，没了。要跑到我们要没画面吗？哎呀，摇了，我上来了。啊，好凉哦。呀 ，Ikima Sho。啊，这。大巴哥说脚长其实有优势，我在这边已经感受到了。看一下这个脚，哎呀，怎么脚长那么长呢？真讨厌。我们才走了500公尺，真的吗？对，500公尺而已哦，加油各位！好，500。我们要尽全力带好看的景色给观众朋友，所以我们会努力的。哦呀咿呀，路啊那咿呀。好漂亮哦，风景还不错哎。哇，到了吗？景观台，第一个景观台的打卡是20分之1。看整个新北，我再也不想看了。20分之1，我要赶公尺，我要赶路，我要赶路，赶路，赶路，赶一下，赶一下。我没听过20分之1。有路不好好走，要用跑。哎，等我。哎呦！你怎么了？我脚踩空了。哎呦，哎呦！我刚才跑马灯哎。哎呦，为什么我用走的反而摔倒啊？莫名其妙。哎呦，你太重了，小林说你太重了。好恐怖、哦。I feel much better.春笋啊，我们昨天下雨嘛，天气不好，今天要长竹笋。三峡这边的笋子也是很有名。哎，对，对，但是
这个就不好吃了，它冒出来越多就越苦。五六月我再做给你们吃，好哎，竹笋的生切片，耶，沙西米，竹笋炒肉丝，耶。得到了什么？来，你手来摇摇。哦，好活泼！要摸下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抓到嘴巴了！啊，轻抓没关系，轻抓没关系。哎，这个常常看到它的，好像恐龙，它的背上会有那个黄黄的。这个吃完豪氏攀木蜥，它是我们低海拔最常见的一种蜥蜴。哦，而且它有个行为很特别，是它会在树上做伏地挺身。有，刚有做，对不对？对。刚才它是这样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它呼吸的时候有一点那个。不是，它伏地挺身是一种威吓动作。可我已经放开了。他心情很差，他等一下会弹开哦，他会一瞬间叭叭叭的跑走吗？哎，应该会。他好像跑得蛮快，跳跳的，在阿姐的头上，好可爱。抓到了吗？抓到了吗？没有抓，他就乖乖的。这只还算小 baby， 没有，这只刚成年哦，他一路走一路走，哎呦。开始小小的了，对不对？待会的坡也像这样子吗 ？OK， 到了。这边有脚可以踩，我一下就上来了。够了吗？有嘞，有嘞。我来了。对，可以加油。但刚刚有个王大哥很好。哎，可以给你加油。一直跟我们讲哪里拍照漂亮。这个名字蛮绳子。哦，尖的。哦，来，小林，一个人拉一个绳子，他拉完了。来来来，好，你要不要去赶快拍一下？漂亮的。阿姐来一只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阿姐，哎呀，可以，谢谢。我再来见了。好，都到齐了，对不对？好。把你都到齐啊！哦，好漂亮哦！还是蜥蜴，还一只是不是？五个人，少一个人，现在至少一定要最秀。哦呦，哎，哦秀，耶！五个人，好天气哦！对，今天天气好棒哦！小林拍拍，哎，老鹰，戴冠秋，漂亮哦！我拍到，这个老鹰已经成精了。喂。哇，太舒服了，真的，人见了，靠人见就是开心。这高点看那个高点就觉得又变很近了，对，哦，无聊的一个尖端就在那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的父亲那边。对啊，哎，快啦，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后面是三峡，哎，喂，真的，而且在现在有点懵，可是最后面那边有一点隆起来，那个那是观音山，哇，真的。我想在以前超厉害，以前那时候都可以从淡水河那边就直接坐船上到三峡那边来。哇！只是现在就没有在那边看。对，很算了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老人才知道的东西，可能都不知道。我再也不想听了。北台三间之首，五台山我就要出家。这是练背，力的地方吧？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们的二头，到台顶就可以上来了。很烂哎，什么因素小成的手法？因为我的手卡住，抓不住。中间就顶了。我在绕高。小心啊，要爬好才好。你说到没有力啊？他就这样，然后就。因为手没有抓住。然后台顶。笑死我了。酷，好壮观哦！看，好漂亮哦！酷哎，这边要走各位，好美哦！大巴哥这边超美的，哎，这一段很刺激，加加就睡耶！哇，哇，天气很好，左脚必用，好踩点，好漂亮哦！这就是台湾啊，美丽的台湾，不错，几累，几累呢？台湾你就睡耶！Oh, can't get the sky. 天哪，这个脚好走。
OK， 只抓着而已。这边比较好走，还没。对啊。觉得旁边很高。怕怕。很高。对，这么高。哦，看到那个峭壁了。你看下面。很高哎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你都没用手，手汗。Oh my god！ 天哪、啊！硬邦邦，加油 ，Max！ 好帅，好帅！哎，帅帅帅帅！大家加油，我们快到了，你们很棒，你们是最优秀的，你们超棒的，台湾的人都爱你们，全世界人都爱你们。我先坐着好了，我觉得我的脚会软。其实在这山里蛮舒服的，天那个风凉凉的，然后 view 超好， view 是360度环境，拜拜，好漂亮哦，有点像在梦境里面。加油，小林，你的手，千万不要放手，加油！哎呦，这样好紧张哦。可以，可以。它是两段式的，你要到一半之后再换另外一个绳子才能到更下面。我一直觉得我不怕高，可是我发现我好怕。天哪！不要往下看，不要往下看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到三分之一了。我在干嘛、啊？你在？我操！啊，溜滑梯，溜滑梯。OK。突然亮了，有、哦，真的，打开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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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国民宝贝，加油，宝贝，全体上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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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博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在哪里？哇。对，然后啊，终于在铁达尼的船头。对，然后那边是我们的无聊街，可以这样放眼望去看着它。我们达到无聊街了。我很讨厌踩阶梯，所以艾美镇这趟让我享受攀的感觉。我本来就蛮喜欢攀的，没有阶梯，对，很棒。这边的步道或者那个踩点都真的是人走出来的，不是用挖的。而且这次我真的非常感谢艾美约我来。因为你知道，我上次来是好几年前的事情。上一次我们是早上6点来，下午6点才下去。怎么那么久？我们一路都在找树上跟岩壁上的植物跟兰花。那没有看美景，我只是觉得哇，这个兰花好多好棒，就走。可是这一趟真的，我看了这边整片的美景，从那一头的林口三峡跟这一头，我可以看到上次我们去爬的那个叫做什么塔曼山。塔曼山。我就觉得哇，台湾的山真的太棒了。完美行程。谢谢。太棒了。谢谢。